肉佐在叫我。快来快来快来！怎么了？杨老师给我们个好东西啊！什么东西？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正好那啥。我刚看杨光老师我们这个车，好喜欢啊。对，因为我昨天晚上也和杨光老师聊了一下，他这个车，然后呢就正好准备说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确确实实，外面还有个电视机，特别的好，对，外面还有个电视机，它这个车是有两个电视机的，而且这个车的贴花也好看，对，还有这些小模型，感觉挺好的，嘿嘿。这个是辆房车，那这个能不能打开？我靠！哎，拓展的吗？哦，哎呦呦！拓展的，可以。来吧，我们拖鞋上去，看这个，这是密码锁，这个是出厂的时候就要先预埋管那个线路，然后做好的。这个啊？对，因为月龙想装一个这个，结果装不了。这个是必须要出厂的时候就要弄，对对，出厂就要弄，对。好，现在我们上那个阳光老师的房车里边参观一下。哦，他这款北极熊，他是拿来卖的，对。但这个是他自己的，对。然后他，但是他款式是有的，是吧？对对对对，是可以卖的。哦，这个做起来。对，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个空间利用率最牛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可怕，就是一个 C 型车上来之后的感觉像是一个扩展的车。你过来嘛，对，我们两个可以站两个人，就是对，互相可以，就是完全不挤。对，我们两口子还是算是胖的吧。对，上面居然不挤，我觉得这个空间利用率真的是很牛。这个过道，就是特别，也不说窄哈，肯定一个人过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如果是比如两个人的话，带个家人、带个朋友这样，但是大家会有这种错开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对，就是两个人是不行，就必须有一个人是这样坐着，就跟我们似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可能要稍稍让一下，然后或者是这样在。对。然后才能错两个人，然后而且这个房车我觉得最最好的是，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一点，就是我之前不是自己在那拿个那个笔画的那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门，门是为什么喜欢呢？它开的这个位置，因为我特别讨厌的就是可能开的是这个中间，然后呢前面这一段它可能做成一个冰箱啊，冰箱啊，或者是柜子，或者是一个座位，对，我就觉得这个空间利用率就特别特别的小了。然后灶台的话就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对，好，这个灶台，对，这个灶台你才有多少。然后这个门就是抵死，我们说驾驶室就搁着旁边，就是已经抵到是最边上的这个，然后呢这个后面所有的空间都在后边。这个灶台好像是2米多，1.8米，哦，1.8米是吧？对，加了这个，加了这个延展，加了这个延展板1.8米。加了延展板是1米，1.82米，对，对吧？对，你看这个，我操作起来的话，因为杨国老师他们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就是放了很多东西，什么咖啡机、豆浆机，全部都放在这上面的。但是如果我们正常像我使用的话，那可能也会放这么多东西啊。但是如果怎么说，就是这些暂时可能会收到下面，然后我做饭的时候呢，我就一样一样的把它放到上面的话，就展开来就会比较舒服，包括这个延展板就可以利用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冰箱这个位置哈，冰箱这个位置，配的是这种，就是我这个是90升的冰箱，90升冰箱比我们那个还要大，还是要大一点。你大家不要看是这种单门的，以为是小冰箱，但是它是大冰箱。但是如果大家就喜欢更大的冰箱储物的这种的话，可以把这个位置给舍弃掉。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杨光老师他要？要这个小冰箱吗？对，因为昨天我们特地聊了，我说为什么不要一个大？挡住是不是？对对，因为这个冰箱是特别高的那种。对，这个 C 型房车的这个后横置床，为什么通常都会就是坐的人比较，就是愿意买的人比较少，基本上来租车，主要是因为人睡到后边啊，就整个是被包裹在里边的，就像睡在那个棺材板子里边一样，就是完全不通透。那是只有一个小对，是吗？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一定是要给它这个，就是做通透出来。做通透出来了之后呢，杨光老师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这种冰箱只是拿来冷藏，冷冻的话，它还有一个冰柜，33升的冰柜，买了一个专门拿来冷冻。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车载的那种，车载冰柜应该是。我是觉得它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再大的这种冰箱啊，
它的这个上面那一层也达不到33升，对吧？啊、就包括像跃龙的那个，它也达不到33升。对，所以说，我们冷藏肉类啊这些东西的话，就是空间还是比较小，对，还不如说单冰柜放了嘛。对、这个，这些东西就拿来冷藏，就冰箱是90升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够了。你看就很大，对。反正比我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大就行。对。它这个好像比我们那个要高一点，然后再宽很多哈。对，要宽一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对啊，然后这个地方我就喜欢这个了，这个是嫂子单独自己家的哈，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那个位置，没有办法做这些抽屉啊这些的，对，因为太就是过道太窄了，然后没有办法做这些抽屉，然后垃圾厨房垃圾桶是个问题，对，就是你每次你知道吗？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明明是一包那个厨余垃圾，我要这样兜着，然后。过一段距离，然后才能放。然后这样的一个柜子，你单独自己买一个这个，然后，不好意思，这个好的，这个是那个这样，就直接这样就放到这个，这样一弄下来就到这个地方了，就非常好。然后杨老师他们这做了一个这个洗碗机，洗碗机的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如果喜欢这个车的话，就是可要求配货。对，你知道阳光老师为什么会这么任性的用这些东西吗？为什么？因为它的电，它是48伏的，它走的是22度电，对，22度电。它有22度电，然后空调的话是，空调在这儿。对，空调用的是家用空调。这个空调的话，就是在相当热的天气的话。它这个电池能够开10多20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对，如果说纯晚上工作的话，可以工作一个星期左右，是啊，杨光老师说，对，就是一个星期左右不充电的情况下开空调吗？对，因为它本身是有1100瓦的太阳能板，白天的话如果说太阳给力的情况下的话是可以很快的重回来电。这个桌子是可以这样移过去的，像雪龙子他们那个。对，它是可以这样活动的。稍微滑。对。好，然后那个你看驾驶位。对。驾驶位副驾旋转过来。这个整个空间就会特别大。所以我第一次刚刚上这个车的第一个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就是一上来了以后就觉得这个感觉这个位置。就特别像一个那个扩展出去的，对，拓展了一丢丢出去的那种感觉。肉卓给大家讲的基本上是实用性的一些东西。那么我想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电路系统，还有这个是新风系统，这个东西很好的。这个东西的话，对，它就是一个房车过滤空气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叫什么，等同于我们家的那个。不是，那是完全两个概念，好吧？新风系统是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高速的服务区，想休息的时候，大车的尾气会特别多，或者是去到一些空气不好、空气质量不好的地方，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门窗全部紧闭，紧闭的情况下打开新风系统，这样的话它会过滤风进来，你得到的空气就是很清新的空气。懂了。对，然后呢，这个车的这个厕所超级大，肉站进去才是证明大的标准。你看我站进去感受一下，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厕所我都可以站进去。对，我都是你懂不？省得懂什么？不用管，这边没有，没有开灯。对，这边是感应灯。对，好洋气哦。对，来两下，一下就行了。对，我这两个人都可以站哎。对啊，所以说这个厕所，我觉得杨光老师这台车最给我惊艳的就是它的空间利用率特别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床，这个后置床也大了。对，它这个后置床是1.25米宽，然后2.1米长。这个有1.25米宽？对，1.25米宽。感觉比我们那个宽很多。没有，它是主要是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异形出来。对，所以说算的只是里面的这个一个空间，上面一排全是柜子，然后上面一排全是柜子。这个就是可以完全放那个平时穿的这些衣物，然后我如果说是换的就是冬天的衣服的话，可以放在后面的这个储物仓里。你看它这个柜子都组得好宽，超级宽。对，它的好深啊。对，他们这个车的所有的柜子都比我们的深，好深哦。对，比我们那辆 B 型车的话是就别比了，太能装了这个柜子。
然后那个嫂子跟我说了，昨天嫂子跟我说的，就是因为他窗子在这边嘛，对，那头不是就是是封闭的了，对，这头。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想加柜子，还想加柜子，对，他还想再，对，因为他那他们脚没有。用不到那么长，对，用不到那么高的地方，然后他还想加到一个柜子，加到这个位置，对，就大概是这个样子，又可以加一个柜子，又可以加个柜子，嗯，因为你头可能大部分可能都是在这边的，对，这个就是，这个是他们的米仓，对对，米仓它是伸下去的啊，里面、这个下面还有，对，然后这个做了一个门板，然后把后面的那个就是储物箱，就是串通贯通全车的那个储物箱、就是大家经常在 C 型车里面看到的那个、就把它隔开了、就让就不会就是说你放到这儿的东西缩到后面去了，对，然后后面的东西的话你就可以慢慢规制一下就行了、对，那边呢还装了一个小米的这个净水器，这边这个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直接饮用水。对，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那个大桶水放到哪里、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这个就是连着水箱的那个管子，但是我在它出水的那个位置加了一个净水器，是这意思吗？对，它是用的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加的那个加的水箱里面的水，家用的那种的吗？不，水箱里面的水，水箱里面的水直接过来的、它是一个，对啊，前端过滤器是吧？对，就是在这，然后我要喝水啊啥的、就和我们家里边加装的净水器是一个道理了嘛，对，一个道理，只是说放到车上了。对，对，我是说我一直在想，天啊，跟俺们屋啊个大通通放在那的，就不需要的呀，有这个就可以了。对，有这个就。阳光老师给我说的呢，他这台车啊，最牛的是什么？最牛的是水，水和电，就是电的话是48伏的，然后6000瓦的逆变器。嗯，对，它的用电是很随性的，对，但是它做了一个现在房车厂都没有做的一个设计。这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水箱啊，对，130升的水箱。这个水箱为什么会放到它这个叫什么底盘的里面呢？因为这个车据说是他们设计出来就想让我们冬天的时候可以开到这个冷的地方去用。哦，等于是这个水箱我平时用也是 OK， 它是不会，对，但是如果我们有计划，比如说像好多好多我们东北的网友就叫我们去东北玩的时候，去东北冬天好玩，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用到那个 水，这个就是吗？对，这个是130升，后边还有个200升的是在车体外的，200升的话就是平时用。如果说是这个去到东北的话，200升的水箱可以放空，就是我们在持续零下的地方就用这个，对，用这个，对，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这个暖气系统嘛，暖气系统你去冷的地方的话、这个、肯定会去开这个暖气系统，开了暖气系统了之后呢，它所有的暖气管是和水管是并联的，嗯，也就是说它的那个暖气会不让那个水管去结冻，然后它的水管，所有的水管都没有在底盘外面，全在车体里面的。哦，所以说就造成了这个，就不会，绝对不会动。对，最起码你有，只要你的车里面没有的这个水，对，比我们那个比我们那个车还要多。对，我们那个110升，那所以那我这样算下来的话，如果我们去东北、用这个130的水的话，完全一个星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不，对啊，没有问题啊。然后你的车里边只要没有到零下。就不会有问题。然后电呢，对，电的话是在这个座位的下面，原理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车里面的这个温度啊，它是一直都是适合人居住的温度，那么锂电的最佳工作温度是25度，所以说就不会，对，就不会出现那种就是锂电池在很冷的地方然后突然不工作的情况，对吧，突然变成空电的情况，就比像苹果手机。洗澡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有两套系统，一套是燃油注射加热系统，然后还有一套是电的系统，就是阳光老师装了一个电烧水吗？电烧水，对，是10升的电烧水，然后它10升的电烧水和燃油注射加热电烧水是串通的，你可以先燃油注射加热，把那个水加热一点点，然后再灌到这个10升的水里边再继续烧，然后呢它把那个温度是调到最高，就是75度，这样的情况的话，像家用的那种热水器了，对，就是像家用的热水器，那么75度，然后你再兑点冷水的话，那么就是差不多
算下来的话，差不多有二十升的水。你看。对，然后洗衣机是放到这个里面的。你和我想法一样。嗯。我上次画的那个图也是。那你的意思，你也可以造车了是吧？对呀。虽然我不懂底盘那些，就是什么转速啊那些，理论上就是你们男生懂的那些，我不懂。但是最起码使用的这些东西，我还是靠谱的呀。是吧？我当时画的那个图，你如果记得不？我跟你说的呀。我说那个洗衣机就放到那个厕所里。对。我为什么放到厕所里？因为接水嘛，你肯定要接水管的。你的厕所本来就要接水管的，那不就将就把洗衣机接一下呀？然后再看这个地方有一个暖风口，是。那个就燃油注车加热的时候，暖风可以吹这个厕所。哦，懂了，就是厕所也会很舒服。人家的那个采暖是管客厅的。对，然后为什么采暖还可以管厕所？对，是是为什么这边没有加这个天窗啊？天窗是做到前面了。对，那个前面。然后对这个顶置没有加天窗，主要就是因为要加太阳能板，1100瓦的太阳能板装到上面的。哦。整个上面全屏，然后只有一个换气扇，是为什么？因为。这套车有新风系统啊，它就没有必要像我们那样的、就是、到处去开口啊，去加那些东西，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阳光老师他们品味还是可以的，然后选的、这个、色彩是吧？这个我是很喜欢它这个门的这个质感，对，它这个色彩、嗯、啊，它这个用料，它这个质感，它这个清就很舒服，打扫起来也很好，对、那个、对，就有点那种清漆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有两个换气的透气的，一般的都没有。对。你那个啥，你这个颜色一定要就是，嗯，因为这个其实，这个相当于大家买的车，相当于是那个叫什么、嗯、买的那个，就是装修好的房子。对。这个车哈。嗯、对。所以这些木材呀、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杨光老师说了，他们这个北极熊的这个车啊，就是打造的拎包入住系统，拎包入住套餐。对、嗯、就是你就是啥也不用带，就带着你的衣服，带换洗的衣服，带着这些东西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对对，然后他这边的话就把所有的电器啊这些都有礼包配送的、就是、家里面。哦对了，这杨光老师配的这个是蒸烤一体的 啊对，然后功率还比较大、微波烤，然后蒸一体的、嗯、然后呢洗碗机这些，反正这个灶台是我最喜欢的。你看，爱做饭的肉肉做就需要这样一个施展得开空间的地方，是吧？然后呢这边啊还有一个啊音箱系统。还有音箱系统、啊、对对对。然后之前是可以上卡拉 OK 吗？它这里边是有那个有话筒的呀，有话筒的，其实真的是可以唱卡拉 OK 的。然后早上还给我特意的放了一下，让我唱一下。我说算了吧，唱就算了，就大家都还在车里边。对对对，唱的话有点过分了。然后抽油烟机也有，就是家用的这种，一拉开就开始抽。哦，这么放进去，对，很方便吧？这个真的，该算了，不生气。不行，你们换这个车，我觉得哈，这个带起老妈，你看老妈是那个长多舒服的，是不是的？前两天拍了一个 C7 的、嗯，都在叫我们换 C7、嗯。现在看了北极熊之后，还想不想 C7 啊？你看后面老妈睡后面多好，然后我们俩趴。你看老妈要是睡这里边的话，就会很舒服，就会特别舒服。然后我们两个就爬上面。我们睡上面也可以的。但是我能说个话吗、啊、你说吧。这个电视可以换那个吗、啊、换哪个？幕布。可以啊，投影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它这边有预留出来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打钉，看到没有？对，直接打钉，然后做那个管子的固定、啊啊、固定了之后，然后那个管子这样一拉下来、就是、对对对，就是以前我们办公室那个，就是既是窗帘布，它又是这个叫什么投影布，对，那种，对，是一步两用。然后你这个音响你整起晚上歌一唱起，牛坑，心动不做心动，还气。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储物空间啊，就刚刚咱们讲的这个储物空间。很多吗？对，有那个手机吗？照一下。手机拿你的。我拿我的。我帮你照。就这样照一下，你们就知道这个是有多大了。这是双对通的。我给你演示一下。要演示。哦，有灯。有灯的。对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卫生纸。
一拖就出来的啊，一拖就出来的。哦，就还可以，就很方便的。哦，这是个灶台。这个是灶台吗？这个是个。是啥呀？我吃了。啊！天，阳光老师太懂我。和面，说和面，开始和面了。对。这个就是这个储物空间是。只用了一点点空间，但是出来就是一个大乾坤。对。哦，这个真的是好大，双对通的。对，储物空间超级大，你看。然后这个下边有一个那个抽拉储台，我还没装。最早装的那一版，我觉得不好看啊，就还要再换一个了吗？再换一个，就吊装在这上面拉出去。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炒菜用的地方。对对对，液化气的，这里面能放两个五公斤的气。两个五公斤的气罐啊。对，但是你的电力系统这么强的话，这个气罐只是拿来，对，不怎么用的，只是拿来备用而已了。想做那个什么炒个什么猪肝啊，是吧？啊，爆炒的，爆炒的在用的，对，爆炒的在用，对，这个是吧？老达，阳光老师送给我们，送给我的。那我问了钱买啥？送给你的，不是，没有闷，没有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老鼠的，对，阳光老师和嫂子知道我是鼠年的，好有这个酒，这是酒啊，这酒啊，我还以为是个什么，是酒啊，我以后晓得你给走过去还马上捏酒，不是那天听你说不是说鼠年的吗？啊，哇，这个可以哦，这可以，嗯，对，珍藏起来，怎么办？珍藏起来，然后拐也。对，这个下面还有乾坤，电动支撑，啊，这样的话你在驻车的时候，你这个整个车啊，可以实现一个稳定性，这样在车里边的话就不会，是像我们这种只有轮胎的时候在车里边晃来晃去，因为 C 型的话它的层高，还有它的车体会宽大一点，这样的话会比较不稳啊。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外置空调的这个位置了，就放在这儿了。啊，外置空调，这边呢是，它这个电器箱，啊，电箱，啊，全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做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昨天不是拍了那个半仙的那个车了吗？我今天再来看这个，对不对？这个完全是两个概念了。啊，外接电源的。插口，双插口，哦，这儿在电视机的下面都还有一个储物空间，说这个车啊就要储物空间有储物空间，然后这里边要空间也有空间，啥都有，真是太棒了。弄成一个储物台，但是没有分成，你会弄成一格一格的，弄小，弄你的茶具啊，还是什么东西？对，咖啡茶具。其实，对，其实可有了这些东西了之后，其实完全都不需要再去外面再支个桌子啊，再去弄那些，桌子就留在就是招呼朋友啊，有朋友的时候再用，平时自己的话就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对，板子收起来都很方便。对，那边还有个，对，完全是够。对，你坐在这里，你要喝茶，还得放什么的，就把它抽出来就用了。这个反正你抽出来就用了，给你一个。对的。嗯。超级爽。这样你就爽啊！和面啊，厕所一看到这个就。我那个电饭煲，那个还是不拿，用电的时候插这个上面弄。插着，不用在上头了。对。用这个真的。切切菜啊，做做东西啊，真的是超级爽。这种地方在户外切切菜啊啥子的，都还是可以的。这个板子也，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没有哪个车好像有这个板子吧？嗯，没有那么大的，没有看到有那么大的，只是没有这个东西。这边就是这个北极熊的前脸外观，确实越看越想要啊，这个感觉啊，就是老玩家设计出来的 OG 老炮设计出来的东西，确实是不一样，完全是这个，因为它是京航这个车代工的，但是是完全是模具，是完全是全新的，自己这个阳光老师自己一点点弄出来的，确实不错。可以了，好了，舍不得走了，有个人舍不得走了。你看连一放雨伞的地方都给你治好了。
对，这个放雨伞，这个放那个就是遮阳棚，遮阳棚的那个杆杆，你看多好美呀！